不开眼，叹来火，劝不开眼，叹来火，叹来火。三包送三包的啊，三包送两包啊，实用的很啊，你花两个钱就买两包送两包了啊，你花三个钱就买三包送三包的啊，哎哎哎。神墨，神墨墨敢称神墨二字，走，看看去。哼，敲敲敲敲！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在静室，不许打扰。老爷，是他整理有急事。嗯，锁上。什么事？老爷。王家制成了神墨，有人给他们送功德匾呢。什么神墨？是一种药墨，听说能治病救命，神奇得很呢。老爷，是不是要去看看？嘿嘿，药墨上市，是是，兴许还能给墨业带来一线生机啊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们家库存的普通墨太多，这以后还能卖给谁呀？岂可为一家之私而莫人之善呢？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。哦，走，带我去看看。是老爷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我这是送匾来了。谢了，快过来，快快快过来。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看看这。金师傅，我师哥呢？他才是唱主角的呢，怎么没来？你师哥你还不知道，他研制了药墨算什么？他的心高着呢。田柱哥，田柱哥，田柱哥，有人送饼来嘞，你快去呀！我师傅是老板，他在那里就行了，我不去了。哎，你去吧。王老板，哎呀，自从用了你送来的药墨以后啊，我妈妈的眼病治好了，你我儿子的头疮也治好了。像你都说，王家的药墨就是神墨，神奇大得无以为报，就送块匾表表我的心意吧。表表心意，表表心意，请接匾吧。这个过誉了，过誉了。王某不敢当啊，这个大哥，你客气什么呀？这可是一座金山呐，你还嫌钱大手啊？三弟，
借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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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饭。既是道明，目辞为甚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呢？这位兄弟有话好说，王某我愿意领教领教啊。王老板，哎，你的这出自拉自唱的丑剧该收场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知道这送贬之人何许人也？他就是汪时茂亲娘舅那边的亲戚。有了这层关系，送贬的企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？什么眼疾，什么头疮，都是勾搭连环，欺瞒众人。你血口喷人，怪不得这般吹捧，原来是亲戚啊！造假卖假，伤天害理。你毁人清白才是伤天害理。对，你能拿出真凭实据来，我们王家当众谢罪。你说他是我家亲戚，我还说他是你家老祖宗呢。我打你！住手！哦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，干了您走了，回头给您谢罪啊！诸位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听张盼池说几句啊！哎呀，这位仁兄是不是汪家的亲戚？这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这药末是否真的有效用？大伙儿想一想，如果这药末真像这位仁兄说的那样有神效，且不说我们这些末商，对海洋镇的父老乡亲们来说，也是一件值得谈冠相庆的好事啊。至于汪老板其人，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制墨名家，墨业商会会首，商德人品那可是有口皆碑呀。说他有意造假，盼池实在是不敢相信呐。当然了，事关墨业的声誉，墨业商会也绝不敢徇私舞弊呀。我马上派人调查取证，再做验证，然后给大家一个明白的交代。所以依我所见，王老板贵号的药末不妨暂时封存，待事情有个着落后再做定夺啊。这封存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呀。哎呀，二爷三爷，这事情都闹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有第二条路好走吗？这是二爷三爷不要再说了，就照张老板说的办。这位兄弟啊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这匾就请收回去吧。啊，不，师父，请你收下匾额。师哥，师父，这匾额是他们的一片心意，也是药末功效的证明，怎能拒之不收啊？天柱啊，都乱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别搅和了。事关汪家和药末的声誉，我不能不来说个清楚。诸位老板，诸位乡亲，这药末是师父口传心授，由在下亲手研制而成，谁有疑问，谁有责难，敬请指教，在下先在这里谢谢了。哎，你那亲戚是真是假？你那药末是真是假呀？对对，苍天在上，臭土在下，胡天柱不说半句虚言，这位兄台的确是师父老娘舅那边的亲戚。至于药末，匾额足以证实，他能解毒化瘀，消炎止痛。说来说去还是父子自道，自拉自唱。哎，你们相信吗？你们信吗？口皮不信。对呀，对呀，你的墨能解毒化瘀，消炎止痛啊，这不是砸了我的饭碗吗？任你吹得天花乱坠，现场验证让大家看一看嘛。是，哎，有道理，太有道理了。你搞笑什么？三爷息怒，不知你要怎样现场验证？好吧。大家都认识这条蛇吧？啊，五步龙，被它咬上一口啊，走不出五步，必死无疑。就连我这祖传秘方啊，也未必能克住它的剧毒。怎么样，敢试一试吗？来吧，天主。师哥，师父没事。你不想活了？我可不愿做这催命鬼。
大家都是见证，在下生死与你无关。来吧。天柱，爹，丽日无敌。哎呀，王爷！这，师哥，师妹，没事。丁师傅，您快点儿。哎，师哥，包上，这是什么？快包上。师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药沫，这药沫涂上去的。是的，给我。诸位老板，诸位乡亲，墨为文房至宝，是读书人的必备之物。王家研制药墨，就是想让它走进普通百姓的家里，是墨，也是药，以备日常不时之需。若能借助药墨，打开墨业的萧条局面，更是王家的愿望。这位先生，在下走了不止五步了吧？有事是啊，是啊，十步了。信了，我服了。哎呦，是啊，真管用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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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柱啊，诸位，有句话我事先说明。在上言上，做生意就是要谋利。不过，我师父说，妄家以义胜利，不以利为利。尽管药墨成本高昂，上市仍以普通墨出售，以求方便大家造福相子。好，这才是会善本色、审财大道啊！请王老板接见。兄弟，天柱谢谢了，告辞了。令我苍苍花枝俏，
没什么，快走吧，陈妈一定等急了。走吧，走吧。陈妈，陈妈，陈妈，哎，我回来了。这一上午啊，我这心一直悬着呀。这次回乡做20年祭扫，凡事不出差错为好，千万大意不得。知道了。陈妈，哎，你年纪大了，腿脚不方便。就在这里歇歇吧。嗯，明天我和天福一起带着墨魔星去找刘师傅看看情况再说。也好，海洋镇的魔星大都是他雕刻的，当年是谁仿制了陈家的魔星，他总该知道一点内情吧。墨赫，海洋镇三教九流鱼龙混杂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你可千万大意不得。知道了。哦，今天我还真的开了眼界，碰上了一个奇怪人，看见了一件稀罕事。什么奇怪的人呢？今天啊，我踩到了一个人的脚，他疼得直咧嘴，不但不生气，还给我道不是，说他不该杠了我的脚。后来听人们叫他张老板，看样子一定是海洋镇的头面人物。张老板？嗯，头面人物，那一定是张半直。你认识他？老爷在时，他常来我们家走动。老爷说他不是个厚道人，却是个聪明人。你以后啊，还是多加小心，躲开他些为好。哦。师哥。哎，师妹来了。嗯，我再看看伤口怎么样了。半天里你都看过几遍了，就是劳军炉里练出的仙丹，也得给他个发功的时间吧。人家不是担心你吗？你不知道，你把手伸向那条五步龙的时候，简直把我吓死。现在想起来我也有点后怕，虽说我对药效心中有底，可那毕竟是一条五步龙啊，好在服药及时，要是真的走出五步再服药，只怕我早在望向台上打愣愣喽。你还是好好谢谢你自己吧，药墨能救命，比你收藏的这些东西好。哎，师妹怎么能这么说，这些可都是我多年收集的宝贝啊。嗯，你看这一锭前明判一句的山桂青叶，既离间细，边缘可以用来裁纸呢。嗯，你看，嗯，这一锭古墨是判古的制品。哦，你知道判古这个人吗？你门缝里瞧人了吧？判古啊，是宋朝人，制墨大家，苏东坡极为推崇，把他和诗仙李白并称为墨仙。我说的不错吧？嗯，不错。你看，件件都是宝贝吧？嗯，还可以吧。师妹的眼界够高的哟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嘛。师哥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是本相献答，曹素公先生的紫玉光吧？嗯，师哥好眼力，这正是曹素公先生的传世之作。当年曹先生将此墨献给康熙皇爷，康熙皇爷极为赞赏，赐名紫玉光。曹先生在世的时候，共制作了3套紫玉光，一套献给了康熙皇爷，一套自家保存，这就是那第3套紫玉光，是曹先生赠给我爷爷的。曾听师父说过，他
可是你们汪家的传家宝啊，近日有缘得见，要谢谢师妹了。是有缘呢，她也会是你的传家宝啊。师妹啊，师妹，你说的真好啊，我是你的哥哥，就有了一朵传家宝的缘分呐、啊。说好了，才不露白，这可比进山银海还要宝贵呀、啊。师哥，你啊，师妹，我就不陪你了，我还有事
去找靳师傅，我走了。我的心意你真的不懂吗？我不是你的妹妹，不是啊。小兄弟，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陈老板别找我！老爷，老爷！哎呦，哎呦！连日里吃不安，睡不稳。总难忘那一扇莫名眼神。说起来，我与他素昧平生，偶相遇无牵扯，是个陌路。相识却为何耿耿于怀难尽心，恍惚间觉得迎风细魂魄。在身。哎，张老板，老板你好，你好啊。哎，张老板，张老板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张老板。哎呦，王老板，王老板。哎，张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来吧。我说这事儿啊，哎，我们这年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抱歉，抱歉呐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我是张老板，俗物缠身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坐。诸位商定的事情，张某身体力行，绝无异议啊。抱歉，抱歉了啊。哎呀，抱歉。哎呀，你这位富贵手不到，我们还不是一而不决吗？张老板呢？刚才大家是议论了一会儿，这是，王某惭愧呀，惭愧呀。啊，哎，谦虚谦虚，是这样，除了药末啊，大家都高兴，想摆上几桌，再请个戏伴，好好热闹热闹，你觉得如何呀？是啊，哎呀，应该啊，应该的，这酒席戏班这一概费用，张某一人包揽。闲人常态，王太，看样子事情没少定。闲人常态。
知县老爷，将尊于贵，光临帝会，不知有何御事啊？不是，怎敢打扰？今奉400里加急停计，本县特来宣示如下：我大清定鼎以来，援引千里，所用之玉墨，皆系徽州所产。其质也优，其形也美，甚兴称许邻邦亲县。然则近年由叶周二商所供之墨，质略行漏，不堪御用。天炎震怒，满朝不安，经刑部会商，着休宁县即刻将叶周二商羁押在监，秋后斩决。拿下去！县太爷饶命呐！县太爷饶命呐！县太爷饶命！县太爷饶命呐！县太爷饶命！县太爷饶命！稍安勿躁。刑部奉皇上口谕，命休宁县墨商加紧研制玉墨，以一年为限，逾期不成者，杀无赦。诸位，起来吧。慎兴属意休宁，也是地方之福，尔等的荣耀啊！皇恩浩荡，我等能不竭尽心力吗？只是，这玉墨。请恕在下，实话实说了，玉墨乃陈家专制啊，技法独特，配方更是秘不示人。20年前，陈去臣犯事，满门灭绝，墨尽失传呐、玉墨已无人可知啊。老爷，我就不信，臣去臣治得出，你们就治不出。老爷，老爷呀、老爷有所不知啊，臣去臣在海阳乃治墨世家，从乾明到大清，100余年研墨，几代人的心血，方成玉墨呀。岂是一蹴而就，一年之内就能研制出的呀？是啊，是啊，请县太爷抚顺舆情，体恤民间呐。是啊，是啊。白说了，这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从此而后，家败人亡也罢，倾家荡产也罢，这都是小事。只有天大的皇恩，天大的玉墨。玉墨，玉墨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难道陈家28口就这样白死了不成？放肆！陈叔此言，大逆不道，给我拿下！快！哎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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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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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老爷，人太多，
又不知道他是谁，小的们无用，让他跑了。退下，让他跑了，算他命大。好了，咱们还是回到玉墨上来吧。啊，老爷，别说了。再说就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了。玉墨荣耀，你们人人有份呐。不过常言说得好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你们要选出一人，总揽其事，承担职责。本县将上报朝廷，以备到时赏罚分明。如我所料，二位会首果然是众望所归啊。老爷，判迟身为副会首，理当当仁不让。只可惜我不是制墨行家，财力浅薄，孤陋寡闻，难堪重任呐。老爷，我也不行啊，我也不行啊，老爷，我这啊，二位无需谦让。本县备有蜡丸两粒，各藏字条一张，一张空白，一张写有重字，抓重者即是重任在肩，责无旁贷。怎么样？请吧。二位会首，请吧。请。难道果真天道无私，我张盼迟的报应到了？兄弟有见，盼迟先走一步了。你怎么敢吞下去了啊，张老板？张老板，你怎么把它吃了？打开看看呀。是啊是啊，或许。还有什么或许啊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张盼迟认这个命了。哎，张老板，两粒蜡丸，剩下这一粒就是汪老板的了。尽管张老板成竹在胸，自认必中，可为了公正起见，还是请汪老板打开这一粒，让大家看看吧。重真可谓柳暗花明了。王老板，天降大任，好自珍重啊。不过话得说明白了，研制出玉墨，你就是弥勒一笑，永不合口。你要是研制不出玉墨，你就是第二个陈巨臣。汪老板，汪老板，汪老板。听风声，一
情。